Jiang， 大家好，欢迎来到荷兰魔术大会，又小又近又好玩。这个地方，明年荷兰魔术大会在5月30日，5月底，欢迎来，不只是观摩，参赛也可以。如果你还年轻，你还未成年，你在19岁以下，那还有特别的项目 ，House Clock Trophy Competition， 是给少年儿童准备的一套比赛。欢迎来吧，成年未成年都能来啊，就是这样，谢谢 ，Thank you so much。